是有点，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把所有的罪责推在了青青身上吧？你说呢？为什么要滥杀无辜？他无辜无辜我不知道，反正你不知道。傅九云，你们好歹同门一场，你就忍心看着他挫骨扬灰？小傻瓜，他人已经死了，你不要自取大辱。这香曲山的山主要是一个命，我保着，你更保不住。亏你还是个神仙，滥杀无辜，轻佻福薄，算我看错你了。他若不死，没抓到所谓的奸细，你安能站在这儿跟我发脾气？嗯？切！哎，下雨呢。大人的被子还没捂呢。此处风大，若身体不适，先到别院休息吧。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？你不是认定了是我害了青青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不是我，那是谁呀？你这个小骗子，八成是看我可怜，在这同情。还是说你想趁我受伤，把我丢进这池子里啊？你这个人啊，就是爱开玩笑。我可是一直都很认真的，我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在我身边，想让他忘记那些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，想让他在我身边笑，装傻充愣也没关系。可是他总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听不懂大人您在说什么。不论你告不告诉我灵灯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得到。随我去了便知。你不是带我来找灵灯的？谁说我是带你来找灵灯的？
这本来就是你的画吧？万宝阁由我看管，所以我走进了这个room。我总觉得这幅画跟之前我那幅有所不同。是吗？也许是你记错了。小春儿，这才是你过去的样子。让开，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。玄珠，玄珠大人真是了不起，不仅会栽赃陷害、暗箭伤人，还懂得自食其果。是你，你没死，青青。公主殿下，暗器的滋味怎么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你！你的法力不足以阻挡我的暗器。当然不是我。你们！你这个傻姑娘，这是山主和九云大人布下的局，他们早就发现你的奸细身份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真相大白了。小春，你也该走了。哎，出口在这边。这灵灯可不是你想拿就能拿走的，这是师父守护的至关重要的宝物，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拿走的。山主不过是一个觊觎妖魔灵力的一个贪婪神仙，你替他守着灵灯做什么？青青，送他下山。傅小云，青春，去救子辰，我求你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他。好啊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就不伤害他。走吧。你走吧，不要再回来了。青青，此次白鹤龙王来有涂山之意，这些事你都不用管，你只要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等山上的事情结束了，九云他自会来找你。
九云大人怎么找了这么个丫鬟啊？身上有股馊味，真是看走眼了。这里是香曲山，是仙人修仙的福地，讲究仙姿仪态。你以为是你家村头呢？大人，我爱干净，记得洗仔细一点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。那么九云大人洗衣服是小节日就来得不及。九云大人就得让我洗衣服，我不敢怠慢的，我就使劲搓，使劲搓，使劲搓。这九云大人这料子实在是太珍贵了，我一搓它就坏掉了。可是我被人喂养的，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我就去端花瓶，庙的花瓶也碎了。看来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大人不责怪小的。出来香雪山，
谁不毛手毛脚的？不过经过本大人的调教，就一定会变得乖巧温顺。慢慢来吧。小白，小白，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呀？小云，别说话，我先带你离开。